Hello， 大家好，我是世纪游大湾区的 Kiki。好啦，今天我就嚟到呢個珠海的後花園坦洲啊。咁啊，眾所周知啦，坦洲咧有好多好多嘅樓盤，咁其中有一個好知名品牌嘅發展商啊，就叫做呢個中澳集團。咁中澳集團咧，佢喺坦洲啊已經係開發咗五個項目噶啦喎。咁而且我身後呢個中澳春城咧，就係佢發展嘅第五個項目啦。咁並且啊，中澳搞得嘅都係大 project 嚟嘅。即係佢啲小區全部都係呢個坦洲數一數二嘅大型社區嚟嘅。好，説話唔多講，即刻嚟了解一下呢個大型社區啦。嗱，我依家咧就入到嚟呢個中澳春城嘅售樓部啦。咁啊，企喺我隔離嘅咧就係阿華姐。啊，華姐，係啦。咁啊，跟住嚟咧就會由阿華姐咧同我哋介紹一下成個項目嘅一個情況嘅。咁麻煩曬你啦，華姐。啊，好噶。大家跟我嚟呢邊先。咁華姐啊，咁啊麻煩你啦，同我哋觀眾朋友仔啦去介紹一下我哋呢個中澳春城一個具體嘅位置啊。嗯，好啊。大家依家可以睇翻呢邊。係，咁我哋依家咧位於呢個中澳春城嘅位置，咁佢咧就係喺坦洲嘅環市南路。係。咁可以睇翻位置咧，係非常之好，因為我哋喺旁邊咧就有幾條高速，一個係港澳高速，加埋港珠西線連接嗰個西部沿海高速。咁而往前呢邊咧就可以睇翻呢度有個造貝辣椒，咁佢咧就係我哋坦洲呢兩年一個打造嘅重心。點解呢？因為你可以睇翻佢依家起緊嘅一條香海高速，就係由造貝呢度過去，係直通去珠海嘅斗門㗎。係啦，造貝就係一個落腳點咯。係，咁而往呢邊咧，你可以睇翻佢係連接南平大橋。直通落去你可以睇港珠海大道呢边转过去，15分钟可以去到拱北口岸，咁连接嗰个港珠澳大桥噶，好方便嘅位置。咁而往落呢边大概20分钟到25分钟可以去到横琴自贸区，系咁咧。对于好多住喺横琴嗰边嘅都好方便嘅呢个位置。而呢边你可以睇翻往东边呢边呢个位置，直通就系一个金琴快线啦。佢咧系大概20分钟去到珠海嘅唐家。咁佢就係連接依家喺度起緊嘅一個新中通道嘅，咁佢嗰邊咧係2023年就通車，未來咧由呢邊直過去深圳嗰邊大概就一個鐘嘅車程，非常之方便嘅，係。即基本上都是一個小時生活圈㗎啦，都可以去到周邊好多地方。係啊，係啊，所以睇翻呢個位置咧係非常之方便。如果你唔想開車咧，其實坐輕軌都好方便。由我哋呢邊項目過去咧，大概5公里就有兩個輕軌站。一個咧就明珠站，一個就前山站，再往前2公里咧就係珠海總站啦。咁你乘坐個輕軌咧去到廣州站，咁你就可以轉乘個高鐵去到全國各地。係啦，去到廣州南嗰邊就會有好多嘅一個轉線啦，可以去到好多地方。係啦，係啦，咁你要去旅遊啊或者公幹啊都好方便噶。咁而睇翻下我哋小區呢邊自身嘅一個商業配套啦。即係啱先都提到，因為你睇翻我哋呢邊個位置，去到造貝過嚟咧，就係去到南平啦。我哋可以話最近珠海嘅一個項目嚟㗎。咁你過嚟呢邊係共享咗珠海成個一個成熟嘅配套。咁往我哋項目過嚟呢度5分鐘咧，去到華發商都。咁佢呢邊咧係一個珠海最大嘅成熟嘅一個商圈嚟㗎。而由項目過去咧，拱北呢邊個富華里啊，包括明珠呢個商業廣場呢個圈，其實咧都係15到20分鐘就可以去到啦。咁我想問翻咧，即係打斷下，唔好意思啊，華姐，係啦，咁啊嗱，啱先你講嘅咧，基本上都係我哋珠海即係周邊珠海嘅一個配套啦。咁啊嗱，我哋依家所處呢個位置係坦洲啦嘛，係咪先？係啦，咁我想問翻，咁我哋呢個項目坦洲呢個位置有啲咩嘢配套咧，可以係啦供給呢個小區使用？好啊，依家接下嚟就係要講嘅。咁除咗係珠海嘅配套之外咧，我哋共享嘅就係我哋中山本地坦洲嘅。咁往前少少咧，兩個紅綠燈路口，我哋就有個創業文化園，係屬於我哋坦洲本土嘅。咁佢嗰邊咧購物、娛樂同埋咧有啲餐飲啊，全部都喺曬度嘅。基本上坦洲啲人啊，晚黑啊行路啊咁樣，幾分鐘就可以行到過去，可以滿足小區全部業主嘅需求。係，如果往呢邊咧，可以睇翻我哋中山人比較了解嘅一個1+1超市啊，或者係黃雀購物廣場，同埋嗰個核盛百貨都係喺呢邊。我哋開車過去都係15分鐘到，好方便㗎。係啊，所以其實呢啲商圈係好多，而呢邊你可以睇翻我哋周邊坦洲本土嘅學校啊、小學。好似呢啲同城小學啊，其他啲咧，同埋即係呢邊都有
比較多的，全部都是公立的。是的，我現在都看到很多學校，因為現在基本上很多業主都已經很重視這個小朋友的教育問題，又或者如果一個針對一個二手房買賣的角度，學區房都很重要的嘛，是是是的，我們小區是屬於什麼學校呢？因為我看到周邊都很多學校。現在是這樣，中山是開放了一個積分入學，咁你首先咧喺中山買咗樓就有100分嘅加分，基本上你就可以入到到個公立學校，即係例如呢個安富小學啊，同埋呢邊嘅有個十四村嘅小學，你都可以去讀。如果你想話小朋友去好啲嘅地方，就係廣師大附中，佢呢邊咧屬於個私立學校，咁師資就比較豪厚，小學、中學都有，配套齊全㗎啦，所以都可以滿足業主其他啲即係小朋友啲教育方面。明白曬，即是話如果醫療方面的話，我看到有呢個南華醫院咯，同埋呢個坦洲醫院咯，係嘛？係啊係啊，我哋坦洲本地啲咧，基本上就係去坦洲醫院啦，因為佢比較方便又近，係屬於我哋呢邊本土嘅。如果你話想去好啲嘅大型啲咧，就係去到珠海呢個婦幼保健院或者人民醫院，就喺呢度，大概都係7公里左右，好方便㗎。哦，我哋喺呢邊過到去嗰個婦幼保健院都係咁近嘅咋？係啊，佢呢邊因為過去佢係屬於珠海嘅一個山隔醫院，7公里，大概咧都係15到20分鐘就可以過到去啦。好，明白曬。咁啊，我哋周邊一個交通路網啦，仲有我哋一個配套啦，無論係珠海咧定係坦洲本土嘅一個配套啦，我相信華姐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好啦，咁跟住嚟咧，咁啊，華姐你不如同我哋講下我哋成個項目嘅一個詳細嘅情況啊。嗯，好啊，咁我哋過去嗰邊同你哋講翻下沙盤。嗯，咁華姐啊，咁啊麻煩你講講我哋小區一個詳細嘅情況啊。哦，好啊。係，咁依家可以睇翻我哋個位置咧，就喺銷售中心呢個位置嘅。呢邊呢條路咧就啱先介紹到嘅坦洲嘅環市南路。咁可以睇翻我哋成個小區咧，佔地大概係500畝地，我哋係分7期開發嘅。咁500畝地，係啊，大 project。係啊，成個小區咧建成之後咧，大概係有5752户嘅，可以睇翻非常大嘅一個小區。大型社區。係，咁你睇翻呢邊咧，水晶體呢邊係我哋1期同埋2期呢邊係已經全部買曬啦。依家我哋主要推出咧係3期同埋7期。哦，3期同埋7期。係呢邊，咁後邊中間嘅4、5、6去邊啊？啊，就喺呢度啦。係後邊呢啲空地咧，就係我哋後期開發嘅4期、5期、6期，依家全部喺度打裝建緊。明白。係。好，咁我想睇翻啦，我哋小區啦，啱先你講到有5000多户啦，係咪？係。係啦，咁佢既然小區可以做得咁大，有咁多個户數，咁我相信車位方面應該都完全匹配得上，係嘛？係啊，我哋車位配比咧係1:0.8嘅，係基本上都可以滿足曬業主嘅所有需求。佢因為全部都係地下停車嘅，外面咧呢邊位置咧都做咗有啲露天嘅停車位。明白曬。咁我想問翻啦，啱先咧喺區委嗰邊咧就已經將我哋周邊嘅一個配套啦都已經講曬啦。咁我依家想問翻，咁我哋小區自身有冇啲咩配套咧？有啊，好多啊！依家我就同你哋介紹一下。好。咁首先咧可以睇翻我哋售樓部呢個位置咧，到時間係3層嘅一個商業體，到時間就會有超市、百貨同埋特色餐飲、大型嘅有啲娛樂方面啲可以進駐噶。好。咁係，然後中間咧可以睇翻我哋小區3期呢度咧係配套有泳池，係。是一個雙泳池，1300方的一個雙泳池，1300平，係非常大的雙泳池，兒童池同成人池分開的，明白。係咁，而喺呢邊呢個位置咧，佢係做咗一個大型會所嘅，會所咧都比較有特色嘅。咁佢配有啲咩咁咧？有書吧啊、健身房啊，同埋咧兒童嘅一個童話樂園。可以滿足曬業主，帶住小朋友自己又可以健身，小朋友又有得玩，非常之方便嘅。明白曬。咁而後邊咧，可以睇翻我哋之後嘅6期嘅用地嗰邊啦，配套咧會有個幼兒園嘅，而且咧自帶係有個網球場同埋足球場。呢個幼兒園到時係公家定私家？呢啲咧我哋會交翻政府嗰邊去招資招商。即係話都係屬於公家咯，雖然係中澳起嘅，但係都係屬於公家。咁我哋依家咧小區入邊嘅一個配套啦，咁啊同埋呢個户數啦，同埋車位啦等等各方面啦，都已經有了解到。咁我想問翻啦，既然有咁多個總户數啦，然後入邊嘅配套咧亦都係唔少嘅。咁我想問關於物管方面又點樣呢？咁我哋呢邊咧中澳春城咧係由我哋中澳集團旗下嘅中澳物業去自身去管理，中澳物業係自己去管理嘅，物業管理費咧係2.4元一個方，係。咁我哋成個小區咧係採用一個封閉式管理嘅，人車分流，而且咧我哋成個小區咧有24小時保安巡邏嘅，非常之安全。聽起身都好正喎，個物管服務。
好，明白曬，基本上成個項目、成個小區嘅一個情況咧，都已經大致了解噶啦。咁啊，跟住嚟咧，阿麥華姐你同我哋講下，咁依家我哋實質係賣緊邊一棟咧？賣緊啲咩積咁啊？好啊，依家我哋重點推出嘅咧，可以睇翻，就係喺我哋七期呢邊嘅35棟嘅兩房76方，同埋103同埋105方嘅三房。然後就是我哋樓王呢個位置27棟嘅一個149方同埋166方嘅四房，哇！即係全部都唔同户型。係兩房、三房、四房，我哋都係齊全曬。即係所有格局都唔一樣嘅。係啊係啊，而且咧，依家推出嘅新貨咧，全部都係升級版嘅裝修。好，明白。咁啊，咁不如跟住落嚟，咁啊，華姐帶我哋睇睇呢個示範單位啊。嗯，好啊，好啊。现在我们走过去就是经过我们一期二期这边的一个商铺，原家商铺。哦，这里是一期二期的一个商铺了。嗯，基本上都已经营业了，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是啊，已经开了，很明显了。即係話呢啲商業街基本上唔使話又要再等佢去運營啊，或者咩嘢，即係依家已經係現成噶啦。係啊係啊，係呢邊咧就係個消防通道嚟嘅。因為疫情原因，所以大門口嗰邊即係封咗幾個側門。哦，好明白。咁依家你可以睇到呢邊咧就係我哋一期啦。嗯，呢啲係一期。係，咁而呢邊咧，左我哋呢邊右手邊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二期啦。哦，呢邊係二期啦。係，咁佢係2015、2016年嗰陣時開賣嘅，咁已經到依家已經係基本上用5年嘅時間。喂，唔好齋對住我哋啊！我哋講到邊，你錄下歌啲得唔得啫？係啊，好似呢啲就可以影下。哇！你睇呢個，呢個 OK 啊！呢個成個一個。藝術品咁喎，呢個話呢度都係一個好大嘅休閒廣場，係啦，休閒廣場喺度散下步，帶啲小朋友喺邊玩下，幾寫意嘅生活。我發覺呢度嘅綠化做得好好喎，呢邊綠化率有幾高啊？呢邊是32%。32%啊？係。我睇起身好像唔止唔覺咁樣喎，因為呢邊啲綠化做到都好多啊，好密啊，我覺得。係啊，你睇翻啊，呢邊咧就係我哋小區嘅正門口啦。哦，呢邊係大門。係。咁小車咧就係由呢邊入嚟咧，即係就可以入去落去地下車庫。哦。人車分流就喺呢邊就可以區分開。好明白。嗱喺呢邊喺呢度入去地下車庫。係，三期咧就係由呢邊入去嘅。哦，呢邊就三期啦，啊呢邊三期，啊有車出嚟啦。嗱，依家見到咧就係我哋三期嘅一個組團啦。三期咧主要咧就係可以睇翻呢邊有個泳池，雙泳池啊，先提到1300。哇！呢個泳池又真係好大喎，啊！唉，仲需影唔影到啊？影唔到啊？影到，呢邊有個位可以睇得。啊，呢邊可以影到。呢個圓形嘅就係我哋會所啦。哦，呢個呢邊可以，想唔想影下？呢邊點啊？呢邊啊！依家乾曬水啊！啊，都好高，好高層喎！呢度總高幾多？係啊，32層高。这个会所会几时开始？明年就可以交付使用啦。哦，明年。系。嗯。即系明年又可以多个会所好去处啦。系啊，你可以睇翻呢啲就系小朋友啊，同埋老人家、大人一啲健身。呢边有啲康乐设施咯。系。而呢边可以睇翻就系我哋啱先睇到个空地，咁佢呢边就4期、5期、6期吊机就喺度起紧啦。哦。即系而家起紧。系啊，嗱呢边。哦，全部喺度揼緊噶啦！或者我想問翻呢度入住率點啊？入住率咧，一期二期嗰邊超過80%以上。
八成入住，因為啱先過嚟嘅時候咧，都已經係有睇到好多好多人喺度，已經喺度生活緊，喺度行出行入，有好多車咁樣。係啊，因為我哋山崎咧係明年六月先正式交樓，所以山崎呢邊咧就暫時未有咁快。明年係嘛？係啊，明年六月哦。咁都好快啦，其實過多半年收樓啦。好啦，我哋依家就嚟到呢個樣板房啦。OK， 落車。係。